首次上稿，15点42分更新时间，16点15分，记者施晓光台北报道。目前闹分裂的国民党执政地盘新竹县，除了面临立委林为洲脱党参选的内乱，还有系出同源的民国党主席徐新莹抢票外患。国民党行动中常会今日特别开到新竹县议会召开，党主席吴敦义与新竹县长邱静纯、新竹县议长张振荣、新竹县党主委陈建贤等地方重要公职干部一起，为该党提名的新竹县长参选人杨文科及各乡镇市长参选人造势。吴敦义今天特别穿着与杨文科同一款式的客家花布衫，并将装有象征包中与冻蒜的粽子、蒜头的扁担交给杨文科，表达力挺之意。他在致辞时并特别强调，杨文科是将接下邱静纯下一棒中国国民党唯一支持的人选。邱静纯也当场宣誓，一定要把县长的棒子交给杨文科。吴敦义指出，新竹县在邱静纯带领全县乡镇市长的支持配合下，使得新竹县有明显进步。根据远言杂志分析，新竹县在经济就业方面名列全台第七，扣除掉六个直辖市，等于是第一名的县市，把人文、科技、智慧城做到有声有色。吴敦义强调，团结非常重要。这次国民党初选第一阶段有五位人选表达争取提名意愿，党中央依惯例把有意者集合起来商量是否以全民调处理。副主席兼秘书长曾永权也多次与五位有意参选者商量，但都无法达成共识，因此最后中常会才决定保留弹性，责成中央提名审核小组到新竹县多方协调后找出最合适人选，杨文科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人选。吴敦义说，有不少党内同志担心国民党出现分裂状况，但既然是经正常程序，中常会一致决议通过提名杨文科，我们没有任何其他替代人选。吴敦义还批评民进党政府没有在拼经济，目前唯一经济上可见的就是股票还算热闹，但多数民众无感，因为上涨的股票都是外资占多数，一般民众感觉不到经济有热，而且社会上还出现暴力之风，分尸命案频传，而原来稳定发展的两岸关系已从冷和到冷冲突，海基海协已读不回，陆客来台观光的量与质减少，造成观光业市重大损失。吴敦义说，国民党执政目标是建立联盟有效率的政府、繁荣均富的经济、公益和谐的社会，以及确保两岸和平稳定发展，但2016年以来蔡政府并未达成这四项目标，甚至背道而驰，未来国民党要重返执政，今年的直辖市县市长选举要有较好的斩获，累积后世的实力，2020才能赢回政权。杨文科在恳托致辞时表示，国民党完成新竹县长提名后遭受很多压力，但他一路走来一心一意为国为党为民众做事，自己心中坦荡，没有任何包袱。虽然他是政治素人，没有班底与基层力量，但有县长、议长、县党部主委以及党中央的支持，还有邱静纯的执政绩效可以当利器。杨文科还提出六大宪政愿景，包括青年有希望、科技判第一、交通够顺畅、优质好教育、福利全照顾、环保能永续，强调他不但要拼经济，更要照顾到老、中、青、幼等各个世代的县民。